高姐，这一次我是认真的，也不是为了宣传造势或是写好的剧本，可以说这次纯属是冲动，但这就是我的心意。因为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想让你做我的新娘了。我还以为你上台是为了要展示高贵的设计，没想到竟然是from a young man gets down on one knee when he wants to propose. Show your devotion. Thanks for the heads up.起的，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？不知谁和我虚度着漫长时光。玉芝，我的犹豫和爱情无关，我是在担心你。一旦接过这枚戒指，就意味着你和我的人生从此捆绑在一起，悲欢与共，祸福相依，未来的日子不可能这么平坦，这些你都愿意跟我一起承受吗？这枚戒指里面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爱，也铭刻了我们的真情，是多么的珍贵。就像我们在东南亚的雨林里经历了生死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对你不离不弃，你对我无条件的信任，还有什么事情能把我们的心分开吗？所以能嫁给我吗？漫长时光里，爱离我几公里，我一路找寻，只怕错过了你。只要守我记忆，任凭山川流离，时间最值得。Pass it over. You may kiss the bride.
刚才求婚太仓促了，没有花怎么行呢？可是这么晚，我又不知道去哪里买999朵玫瑰花，我只好让严凯准备了烟花。只有这里才能放，希望你会喜欢。烟花？嗯。这是我见过最绚烂、最美丽的花。在你出现之前，我的生活平淡无奇。因为遇见你，才让这一切变得精彩起来。谢谢你。是我应该谢谢你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攀岩吗？除了追寻刺激以外，更是因为有一处风景可以让我停下来。可是自从遇到你之后，我才有了不管去到天涯海角都要回来的理由。因为只要有你在，家就在。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你都要相信我对你的心是真的。想要跟你在一起也是真的。想要跟你度过的每一天都是真的。怎么了？你有事情瞒着我呀？嗯。好了。只要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真的，一切都不重要。嗯。于芷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会放下所有，真心以待。让我们都不再孤单。